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自从和他结婚后，我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小。我在生活中，我根本就看不到他爱我的痕迹。我为了他妥协了太多，可他还是没完没了。他什么都是敷衍了事儿，从来不考虑我的感受。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要我怎么样。 我现在就觉得这段婚姻中所有的付出都是不值得的。一对在婚姻当中只看到自己的夫妻，让我们请出他们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周先生29岁，来自长沙销售；女嘉宾向女士32岁，来自长沙，自由职业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小片里面印象最深的是你要自由，是吧？对。 你是觉得不值？他不值，他不值。结婚几年？嗯，结婚2年多。结婚2年多就觉得不值了。嗯，他没有情趣。谈恋爱的时候有吗？比结婚后好点吧。那不也嫁了吗？嗯。那还后悔啥呀？因为我和他是朋友介绍认识的嘛，嗯，也是在朋友的撮合下跟他在一起的，甚至连我们2个结婚都是我婆婆跟我说。 哎，你们也谈了那么久了，我感觉你们应该可以结婚了，我就决定的结婚。是你婆婆向你求婚？嗯，对。那这不能怪她呀。我其实看你妻子在说话的时候，你眼里还是有光的哈。喜欢她吗？喜欢她呀。爱不爱她？爱她呀。啊、哦，爱她哈。确定吗？确定。说话声音越来越小，我都不确定了。确定吗？确定。哦，确定啊。 说说吧，怎么没情趣？就是我们1周年结婚纪念日的时候，嗯，因为我们结婚没有度蜜月，所以决定出去旅游。他那个时候呢，又刚好喜欢看 TVB 的电视剧，嗯，我们就说那就去香港，多浪漫。但是到了香港，当我说我们明天去迪士尼的时候，他就脸色不好了。到第2天早上起来就开始各种吐槽啊！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想我们去迪士尼这种地方。 又热，人又多又挤，里面东西又贵什么的。嗯，我当时只觉得他是起床气嘛，所以我并没有在意。但是当我们到了迪士尼园区，他看到很多人在排队，就一下爆发了，说：“你怎么想的呀？游乐园有什么好玩的呀？你要来游乐园玩？那本来就是的呀。你说带我出来玩，那你有问过我想去玩什么吗？我本身对游乐项目啊这种根本就不感兴趣。那人一多，天气又热，那我更加不想去了呀。” 那我后面是不是妥协了？我说，那你喜欢看 TVB， 那我们就去打卡 TVB 的一些网红景点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去兰桂坊的时候，你又是怎么做的呢？就3、4公里嘛，我就说走着去，我们看看沿途的风景啊什么的。本来旅行的意义不就是不在乎目的地，在乎的就是沿途的风景嘛。他可倒好，就一直在那里摆脸色，一直吐槽，一直骂我。啊，已经陪他逛了1天，又累，脚都走不动了，那我肯定要想着打车不方便一点不？旅行不就是走吗？啊，我本身就说了，我不爱逛街，不爱走嘛。啊，好。关键是我们到兰桂坊喝酒，没喝几分钟他就开始吐槽说，这个酒又难喝又贵，我不知道你来喝什么。这是为啥？他那个酒我喝不习惯，而且那个时候情绪上来了嘛。 没你们长沙的酒吧好玩是吧？那没有。关键他没喝几分钟，他起身他说不好喝，不喝了，走了。啊，我也上头，我就不想走，我也不想回酒店。他也不理我，也没有说来哄哄我。我们2个就这么在香港的街头啊，大晚上的就这么僵持着，30、40分钟他都不跟我说一句话。最后我说那你这么不开心，干脆不要玩了，也不要旅行了。他说行啊。然后呢？然后第2天我们就回家了。说走就走的旅行。 符合现在的年轻人，太没有情调了呀！啊，没有情调。然后这个事情就一直在我心里面是个坎，我就觉得婚后才第1年你就这样子，那往后还有几十年，怎么办呀？往后余生都会这么深刻的。他平时很爱跟朋友出去玩的，啊、他甚至经常把我丢在家里面跟朋友出去玩。那我跟我朋友出去玩之前，我是不是都问过你？你不跟我一起出去，那你不想认识我朋友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 我生着病，我怎么跟你出去呀？而且就算出去了，你跟你朋友玩讲家乡话，我都听不懂你们的方言，插入不进去，我就很无聊的坐在那里玩手机。我玩什么呢？啊、我云南人。哦，你们说湖南话？说的我家乡话。哪儿的？岳阳的。那更难懂。那他嫁过来了是吧？入乡随俗啊，那肯定是需要学会我们那边的方言。带他多去。跟我朋友碰面几次，他是不是慢慢的就懂了？他也不去啊。是。那我生着病，我就不想去啊。关键是你知道他多过分吗？说11点钟就回来了，结果可倒好，3点多快4点才回来，信息电话都没有一个，喝得个烂醉，然后没有一句话，倒头就睡。我自己在家生闷气气一整晚，然后第二天他说啊，昨天是我不对，下回我会注意。可是接连后面出去玩，每一次都是喝到半夜才回来。我真的受不了了，我就给我婆婆打电话，最后还是我婆婆开解我，把她拉回家教育了一通。一点小事就喜欢跟我妈告状，然后我妈就来打电话骂我，我还截图了。你也够有意思的，他们现在谈恋爱特别喜欢截图是吧？看证据。啊，这是在外面喝酒的一点小事情，喝酒之前跟她说了的，然后她就跟我妈，凡事就跟我妈告状了。妈，你看他又在打牌了。这是我。在手机上打牌，他也拍视频发给我妈，然后告状。嗯，那你对我不好，我还不能告状喽？我管不了你，我就让你妈来管你呗。那有什么这种小事没有必要啊？两个人可以沟通解决掉嘛。你多大了？29了。我看你妈的话你都听啊。从小胖我妈嘛，我妈说话现在肯定还是听的嘛。所以你也挺可爱的是吧？你是真是新娘嘞。新当娘的女人，新娘啊！因为我就觉得我管不了她。谈恋爱的时候也这样。谈恋爱的时候她比较听我的。那么爱管她呀？那喝酒伤身体嘛。跟婆婆告状以后，婆婆管她，她现在也不怎么喝酒了。哦呦，还是有效果的是吧？对。所以你活该呀。那不叫有效果，那件事情就说，我爱她。后面我想了嘛，没有必要因为这样的事情去吵。关键她不喝酒，她有新的爱好了。哦，什么爱好？打牌，打麻将。而且还认一堆的干姐姐，然后一到周末休息，我说这个周末休息你陪我出去玩呗，她说啊不行，前几天我就跟我那个姐姐约好了。那本来就是的呀。我都不知道你到底是真的喜欢上打麻将，还是你打着这个幌子去认干姐姐。什么叫喜欢认干姐姐啊？那姐姐都大我10几岁，就是孩子都10几岁了，经常跟她一起打，那别人比我大，那姐姐她只是一个称呼而已啊。最过分的是他打起牌来六亲不认。嗯，我有一次出去办事情，那个地方离家很远，然后也很偏，关键那天还下雨，我打不到车回家，我就给他打电话，我说你接一下我呗，那么大的雨。他说啊，我跟朋友打着牌呢。他说你看看呗，找个地方避避雨，或者你看看哪里有公交车站，你坐公交车回来嘛。那么大的雨，我就在路边上就这么等他，等了快2个小时，他都没有来接我。淋着雨？没有，就马路边有那种小台子，我就在那里避雨。那有多远啊？回家？离家10来公里。后来接没接？没接。你看看，那我都已经开始打了，他们都在兴头上，我总不可能就是不打了，3缺1少了他们的心，那之后谁会跟我一起玩呢？对啊，而且那只是一个小事情，是不是？又不是不能打车回来。那是不是我在外面遇到了什么危险？你都要等你娱乐完了你才来接我呀？啊，你这纯粹就是在抬杠了。有一次的我都已经完事，就是晚上我都已经睡着了，凌晨2、3点钟了吧。嗯，他呢手机上刷到一个烤鱼店，就是他把我叫醒，让我陪他去吃烤鱼，离家10几公里啊。嗯，我都陪他去了，因为我不吃鱼的，我坐在那里陪着他吃完了。去了，我可以啊。那天晚上我没有吃晚饭呀，那我肚子饿了呀。哦。所以得去是吧？就是刷视频刷到了吗？挺有情绪的呀。啊，他也没有吃啊，一个人吃有什么乐趣？人家不能吃鱼，你没听见啊？他只是不爱吃鱼。哦，好，那不相当于我不吃鱼嘛？而且跟他在一起之后，不爱吃和不能吃2件事啊！你别不给我往沟里带啊！往后说怎么了？而且跟他在一起，他又不做饭，也不搞卫生，家里的家务基本上都是我在做。那我以前有没有做？是不是你说老是说我打扫的不干净，我做饭不好吃，你都觉得我打扫不干净，做饭不好吃，我为什么还要做啊？那只是一句玩笑话嘛，那你也当真？问一下，他做饭好吃吗？还行吧。他做饭好吃吗？吃也吃的。所以该你做饭，活该。而且我跟他饮食习惯很不相同，你知道吗？他喜欢吃面食，我喜欢吃米饭。每次都陪他出去吃，都是吃他爱吃的。我都这样做了，我不知道我还要怎么样他才能满意。我就觉得我是远嫁过来的嘛，他应该多照顾我一些。我胃不好，我吃了那个硬的米饭我就容易胃疼。那我陪你去吃你爱吃的呀。你还有什么做呢？但是生活上我就觉得他没有情绪，他不在意我的感受啊。不挺在意的吗？他不止不在意我，他也不重视我的家人啊。这咋不重视了呢？我一年到头都跟他在湖南，但是我只有过年的时候我才能回我自己家。我外婆年纪又大了啊，我就想回去多陪陪他，毕竟老人嘛，陪一年少一年的啊。他可倒好，今年强行把我留在湖南过的年，也就今年一年在我们这边过了年啊。那是不是跟你在一起之后，结婚第一年是不是都在你那边过的年？因为按照我们那边的风俗，结婚第一年必须是要在男方家过年的。而且我都已经陪你回去过年了。你知道我老家的朋友怎么说的吗？你是不是入赘过去了，倒插门过去了？啊，你说，所以你说是陪我过去了，你也不是心甘情愿陪我过去的呀。不是去没去？我婆婆让她陪我去，她才去的。去没去？去了。那不就行了吗？还有啥委屈的？就她平时生活上不关心我，在外面我遇到了事情，他也不帮我的。就有一次我们去逛超市买东西，我前面有个阿姨就插队，我就跟那个阿姨理论，那阿姨就跟我吵起来了，甚至那阿姨还想讹我，她躺地上去了。周围群众都在说你快点走，你快点走，她在讹你。她可倒好，过来拉我过去，说你赶紧道歉，像什么样子啊，在这吵啊，我又没有错，凭什么我道歉呀？我为什么去拉？因为他战斗力太强了，你怎么阿姨年纪大了，我怕把阿姨气出个好歹出来，到处吃亏的是我们。而且那个阿姨跟我又住一个小区的，就抬头不见低头见。啊、对对对。所以老阿姨嘛，你让一下阿姨，让她结个账，耽误不了几分钟啊。你何必去跟她吵呢？那你叫我走就算了呀，你为什么让我去道歉呢？我又没有错。要哭啊？不哭，因为我的性格就这样的，就是得饶人处且仁，就是一切以和为贵嘛，没很多事情没有必要去吵啊。一些事情你让不让，你让不他让不，那这事情就和平解决了嘛。他就是那种性格很强，是得理不饶人的那种。就不好意思，刚才说事情怎么解决？得让出解的嘛，你让一步我让一步，这事情不就这样解决了吗？得饶人处且仁。对啊，你让一步他让一步。对啊，这是人吗？是呀。那你咋不让他呢？那事后我也道歉了呀。嗯。所以你今天想怎么着？我就是觉得他在催我生孩子呀。那我就觉得你又没有情绪，也不在乎我的感受，那我跟你生了孩子，那我以后你还对我不好，那我不是更加没有退路了吗？你想当爹是吧？到这个年纪了嘛，肯定也是想生孩子了不？哦，婆婆啥意见？婆婆好像有跟她提过，但是我婆婆没有在我面前提。哦，你妈和你想生？没事，我妈就提了一嘴嘛，然后因为确实嘛，跟我同龄的孩子都7、8岁，打呛鱼开始打呛鱼了。那差不多，我觉得到这个年纪是你咋结婚结那么晚啊？读完大学24岁之后才那个嘛，那男生嘛，他肯定想奋斗2年嘛，才有那个不有你要你结婚，那你是不是得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才能结嘛？哦，对对对，所以你都想得很周到，对吧？这我觉得在生活中，他想做什么，基本上我都会去陪他去做，做是做。就是不耐烦，他没有办法给我提供情绪价值。他的性格就是动不动就喜欢跟别人就是去吵架，去那个。听懂了，战斗力比较强。对，战斗力比较强嘛，然后得理不饶人，他就是那种，然后有时候有喜欢没事找事做。我哪里没事找事做了？你看，我问几个问题行吗？资料上面说您是自由职业，对吧？这个到底做什么自由职业？我是之前做文职类的工作，然后呢，因为我跟他认识，就是在长沙的那种小酒馆，就是那种很有文艺气息，所以我就想让自己搞一个，然后跟朋友现在在策划，现在小酒馆正在装修。哦，他说你这什么没事找事儿，什么乱扣帽子。对，我觉得我不是在没事找事，我又不是神经病，别人没招惹我，我肯定不会去莫名其妙骂别人啊。我再请教一个问题，什么叫情绪价值？我最近老听他们说，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夫妻本应该一条心，那你想干嘛，我陪着你去做；我想干嘛，你也陪着我。我们有事儿有商有量的，然后在外面遇到了事情，你应该是站在我这边，哪怕我错了，是不是应该都先站我这边？然后后面了，你回到家了，你可以好好跟我沟通这个问题。对对对，就对外的时候，不管谁对谁错，我都是对的，是吧？我也没有说我都是对的，我只是觉得就你得帮我。对啊，这叫情绪价值。也不是，就是我乐呵，你陪我一起乐呵；我难过，你陪我一起难过。听懂了，听懂了。你当时为什么要娶她？看到他性格开朗嘛，然后又在一起那么久了嘛，但是还这里不就是因为我喜欢了，我爱他嘛，才会想着跟他去结婚嘛。啊，这会儿就喜欢爱了是吧？他要跟你离婚，你同意吗？不同意。你跟他处理问题的方式就是气头上的时候就随性而为，是吧？事情一过你就赔礼道歉，对吗？啊，是。模式就这么个模式，是吧？你们家谁做饭？现在没人做饭。啊，外卖，谁收拾家？他收拾家。哦，那你干嘛？休息完。他收拾家，你收拾他，是吧？是吧？今天是让他们接着帮你收拾，是吧？我就是想他，因为我每一次跟他扯，他就说我在无理取闹，他就觉得没有我说的那么严重。这个事儿有那么重要吗？我觉得很重要，往后还有几十年。你就觉得过了吗？因为我觉得他一点小事，就很容易无限放大。打比如有一次在一个商店买东西，他觉得价格高了，直接在店里跟别人的老板吵架说：“你这个商品卖不出去，你活该。”你要跟这样说别人明白，那是因为他的东西在周围的那些店里面，他比别人高了3到5倍，你觉得合理吗？不是，那这种就应该让物价局管一管呀。你不是去其他店里买吗？但我觉得我的意思是，我觉得你换一家店嘛，说这家店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那在生活中那个就表现的好像我买不起一样的。那在这种，哎，买不起不丢人啊！这个世界上太多东西我买不起啊。是不丢人，但是那个东西我是觉得它就不值那个价，而且就在他周围的那些店。那你觉得他合理的价格值得做你男人不？还是值得的啊！两个小孩过家家，都觉得不好啊，但是打又打不散，是吧？也不是，他如果说你婆婆对你好不好？好，我家里就我婆婆对我好。哦，有，你现在跟他过就看着你婆婆的面子呗？差不多吧。你确定哈？我觉得如果他继续像这样子，没有办法提供情绪价值，他改不了了怎么办？改不了，老是出去跟朋友打牌，就是改不了玩，就不跟我玩，那就没有意思过了呀。我们再确认一下他现在的玩啊，上下楼、邻居之间到别人家去打麻将，是还是不是？是，还有偶尔跟朋友出去喝酒喝半夜。好，他邀请过你一起去玩，是还是不是？是。但是你说我们语言不通，所以不陪他去玩，是还是不是？是。你确定说你给他提供了情绪价值吗？我跟他去过。因为他打麻将，他高兴，但是你不高兴，对吧？出去玩我听不懂啊。好，明白了，现在全明白了。所以今天来的目的到底是干嘛？我改造他。嗯。是说他对吧？万一他们都说你怎么办？那我也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好，这就好。还是想一起过对吧？啊，想当爹对吧？想，那你得哄好老婆呀。怎么哄老婆？来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确实，远嫁不易。谈恋爱的时候，他时不时的还会让你有点心动。做了丈夫以后，动不动的就让你心梗。他当然，他的有些行为过于浪漫，但是他为什么会如此的坚守？你扪心自问，你除了把她当老婆，你爱她多少呢？好不容易跑到香港，对吧？一争一吵，赌气想回，您就不能安慰吗？当然，他在超市的举动行为，他太顶真。但是需不需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呢？你说的对啊，你远嫁过来就要融入夫家嘛，话听不懂你就要学当地方言嘛。他现在的唯一维系的稻草确实是你妈，你妈可能比你更爱他，你妈比你更哄他。我请问你让过他多少？我们说，爱情婚姻确实没有标准答案，但是如果真的爱这位妻子，我们都会不知不觉地去做出自己的一些改变，哪怕是微小的改变，这是爱，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把家搞得鸡飞狗跳才面临着离婚。有时候过不在一起，你们两个人很显然过不到一起吧，吃不到一起吧，说不到一起吧，玩不到一起吧，这是一个事实吧。所以我希望你去思考这个问题，评估、验证这个男人对你的爱还有多少。我也觉得你不是很爱你的老婆。其实爱情里面真的爱你，那不叫麻烦，那叫情趣。不爱你才是麻烦。他不要去跟你找什么，哎，我的兄弟们都是这样子的啊，我们都是这样过的，不是。这些都是他的借口。你现在要做的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你只要关注三样东西。第一样东西，你的钱；第二样东西，你内心的平静；第三样东西，就是你爱自己。我为什么把这三个，其实我正常来说我应该会把它倒过来说的，我会先让你爱自己，然后去找你的钱，然后最后去找你内心的平静。但是我觉得现在你要反过来说，为什么先说了你内心的平静？因为你只要碰到这个人，你内心就不平静，你碰到他你就是失控的。为什么你还有期待？你的期待是源自于你的原生家庭和你的教养，你的素质告诉你我应该对这个人有期待，但是你一次又一次的没有被事实所打败。这是你的善良和你的天真，但是你不能一味的，你善良也好天真也好，我们不应该去盲目的去被伤害。所以你记住我刚刚跟你说的三点。说完了。2个巨婴拿婚姻当儿戏。你俩有资格结婚吗？长大了吗？断奶了吗？远嫁谁选的？逼你嫁了吗？你为什么要拿远嫁当自己的盾牌呢？你为什么觉得远嫁就一定要要挟对方呢？必须对你好。这男人是不是你选的？这婚姻是不是你选的？远嫁成了你的一个高姿态了。你在婚姻当中有所作为吗？你一直在要。你要他对你这样，要他对你那样，要他对你言听计从，你做什么了？你们2个人的婚姻用2个字儿形容，无聊，跟你们的人生一样无聊。一个每天除了喝酒打麻将，一个每天只会找婆婆告状。你们有什么对未来人生的计划和目标吗？你们有自己能解决问题的能力吗？你们有对自己人生的规划和目标吗？不说你们对婚姻的，有吗？没有。所以以至于你们每天在打的这些架是特别没有意义，吵的这些架也是无聊的，然后你们的婚姻2个字就是无聊。连去个迪士尼那么童话般的世界都能吵得不可开交，你想想你们2个人得无聊到什么程度。所以好好想一想，如果你们自己还没长大的话，为什么要走进这段婚姻呢？婚姻不是说我为了结婚就一定要结婚，婚姻是选择另一个人生的开始。你的自己的人生都没有经营好，碰到问题就找婆婆，那你跟婆婆结就得了，你找她干嘛呀？我觉得你们2个人当务之急是设定一个你们未来3年到5年的人生目标，然后好好重新审视一下在婚姻当中我应该尽什么样的责任。不是要对方为我付出什么，而是我能为对方付出什么。姑娘，你只在要，你从来没有付出。你想想你能为他做什么吧。远嫁是自己选的，别当怨妇。就这样。其实我觉得2个人都有爱，只是在自己有需求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去表达。我问你们2个同样一个问题哈，自己的需求应该是自己负责还是对方负责？你的需求谁负责？自己负责。哦，那你的需求呢？我觉得应该是共同负责。哎呦，共同负责。可是你看你们俩在相处当中都是要对方负责。女生啊，远嫁是自己选的，对不对？你想让他重视你照顾你，所以必须他要做出所有的事情来满足你的需求。男生也一样，男生其实也想要他的关注，也想要他的认可，得不到啊。所以呢，你采取的方式是躲开了，我不理你了。而你呢，采取的方式就是争吵，就是闹。当你在对对方的期待没有被满足的时候，你就试图去改变他，然后呢，在自己失望的同时附加给他攻击力。你听到他给你的评价吗？你是得理不饶人。如果你想得到他的对你的一个付出，你要怎么样正确的表达，并且让他心甘情愿的去做。同时你还得看见他的付出，然后呢，让他感受到被你爱。你真的觉得在游玩的时候一件小事儿去影响你们游玩的心情值得吗？你真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跟婆婆去说吗？用婆婆去压她吗？都不是啊。男生咱不能跑，我知道你做过努力，对不对？陪她去吃饭，是吧？去吃鱼你不爱吃，也陪她去玩，但是真正的她的内心是怎么样的？她需要你支持的时候你在哪里，对吗？想想我们的需求，想让对方满足的话，我们要先做到自己能够满足对方的需求，是吧？就这样。谢谢曲总，来帮帮团的老师们。我是觉得女方已经很努力的在经营这段婚姻了，她首先自己肯定是想着我去处理好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，当处理不好了，她去找婆婆去帮忙了。而且刚才我看婆婆在微信中称呼她宝贝儿，我感觉可能老公都未必一直这么亲切的称呼她宝贝儿吧，所以她一直觉得婆婆对她很好，她觉得在婆婆那感受到爱了。其实你应该更多的让他感受到爱，他也就是需要证明一下你爱他嘛。而男方可能，如果你想继续维系这段婚姻关系的话，你确实也需要做一些改变。也希望你们俩未来越来越好吧。广电这个口号好，广电会家嘛，会实际上面当智慧讲是吧？这个会还当智能讲是吧？所以下面那个环节也是我特别喜欢的环节。真情60秒的环节，过去是拿真情说，现在在真情的基础上，因为要成长，所以你们再想一想需要什么，好不好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会生活选广电真情60秒。虽然我在生活中不善言表，但你说的我以后尽量改。尽量去花更多的时间去陪你，然后我们一起共同成长，经营我们的家。我以后也尽量控制自己的小脾气、小情绪，不再跟父母告状吧，然后多理解你，也多体谅你一些。我们一起努力把这个婚姻好好的经营好，你也多包容我的小脾气、小情绪。谢谢两位，请回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伯伯兄预测一下，他们此刻还是会双出。我也觉得双出吧，双出吧，劝一下婆婆别掺和了。双出是肯定的，不过女生真得向婆婆学学，然后呢，她就会尊重她了。行吧，我们看看这对年轻人怎么选择。请开门，请开门，快点儿，快去，快去。冲啊跑啊！你在干嘛？来来来，往前站，来，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。各位，请见证。抱一下吧。哎，有亮灯。上海迪士尼比香港的大很多，再去不要吵架啊，好不好？谢谢两位，请回。